3年荣获 NJIT 最受欢迎评选第一名，被你们的师兄师姐定为 NJIT 永不消失的活宝。但是要把已经毕业的学长再请回来，为咱们再说一段相声，用一句成语来说就是太他妈不容易了。那让我们有请朱思维、唐少强为我们表演相声我要说相声。喂。喂，他老不说话，不是老说话。哈哈哈哈哈！财官，请大家安静。刚才主持人的一番介绍，这个帽子呀戴的缺勒有点高，我们颇为紧张。是啊，这都不好在新同学里边没法混了。但是啊，内容都是真实的。有一个地方我略微改一下，说我很紧张，其实我们一点都不紧张。我们人送外号靠谱组合，我是那个谱，他是那个靠。靠，说句话，靠，这就是借机埋汰我。靠羞涩。这个回来给新同学们说段相声，大家不是很认识我，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。来，跟大家熟悉熟悉。我呢叫朱思维，外国朋友啊喜欢叫我 thinking。 不出意外啊， thinking 这个词儿在外国友人今天晚上我们这个节目只能听懂这一个词儿了。跟我比较熟悉的同学啊喜欢叫我思维。哎，较为特殊的是台下某一位女同学平时也叫我维维。你这是要酸死我们呀。羞涩羞涩。你还会羞涩。这个介绍我身边这位同学，哎，我补一句，我是管理学院毕业的。对，如果有学弟学妹需要免费的书籍可以管我要。我也看见今天有些老师来了，我跟大家偷偷的告诉大家一个秘密啊，不要外传，咱们这教材一届没什么太大的变化，都不用买，管你们学长要就可以。你这还叫秘密，全世界他都知道了。好，见我身边这位同学啊，哎，我再补一句，这个我们这是原创的相声。也对，在那个 YouTube 或者优酷上面有我们一系列的视频，如果大家今天听完我们的相声特别喜欢我们，说如果不隔三差五的听听我们的声音，生活就失去意义，世界就不光彩了，随时可以上网找我们的视频。您悠着点吧，跟大家说找视频啊。我身边这位同学呢，其实本来这相声我打算一个人说，对不对？顽皮了，顽皮了。自己说吧。介绍您啊。对，我身边这位同学呢叫朱才冠。为什么叫朱才冠呢？老年规矩，这捧哏的呀要跟逗哏的取个艺名。您别等会儿吧啊，我哪门子规矩我怎么没听说过呀？我有真名啊。叫你真名？要真名。好好好，我身边这位同学啊不是朱才冠，是唐少强。我们俩在一起做相声不容易。
听着就这么别扭呢？我不是猪，哪来怪？我是猪才怪。你要怎样变来变去的，人家介绍的很辛苦。行了，我懂了，我懂了，我认了，我是猪才怪。我们俩能回来说这个相声，主要感谢咱们那个 CSA 的副主席朱远。朱远，朱远大家都认识吗？认识。这边声音小一点啊，我估计还有一小部分同学不认识。就是刚才啊，咱们晚会开始之前，有一人穿一黑西装，戴一蓝领带，黑框眼镜，一眯着眼站在门口那儿，肩上披一白毛巾。一有人进门就喊：“男宾左手边，女宾右手边，里面请。”你说的这是澡堂子搓澡的伙计，性质差不多。我们能回来啊，是朱主席在这个晚会的筹办过程中，校内上给我留了一悄悄话。咱这活至于这么见不得人吗？怎么说的呀？说我的世界里只有你，没有他。不怕人家女朋友上来整死你吗？朱主席情况我不知道，反正我的取向是正常的。台下叫我维维那位姑娘可以作证啊。你别说这个姑娘了，一会儿不听男相声都找你那姑娘去了。这个我当时说行，我要说相声没问题。但是啊，我提几个要求。说相声还有要求？相声啊也是门艺术，虽然登不了大雅之堂，但是也有自己的规矩讲究。对，我就说啊，朱主席啊，现在不好说，说不了，我没装备啊。装备？你需要个八卦盾、灌石斧？别闹，别闹，严肃点。徐楚，你们自己看长得像不像？说，与我大战300回合。严肃点，严肃点。我的意思说呀，给我来身大褂。哎，这个得有啊。当时啊，这个咱们朱主席啊说这个啊，为大家表演一下当时他怎么反应这件事儿，好吧？朱主席是这样。这个由于我这个自身专业的特点，平时脚少穿衣服。是都在澡堂子里呢，这大褂儿好像没有，是你们穿大背心儿演，大背心儿我衬。好嘛，我们合着就站个大字儿，那行吧，衣服有了，咱开始吧。后来我一学的，还是说不了。又怎么了？没家伙事儿。你一说相声的，要什么家伙事儿啊？一看就是个业余相声演员，我们是专业的，需要桌上啊有一些零七八碎的东西才能上了凳次。什么东西？您太有文化，凳子，凳次，人家那叫档次，差不多，差不多，谐音，它那个比较痞，我这比较正规。我说怎么着？你就来醒目呗。哦，醒目就是在桌子上一拍，表示开始和结束用的。是啊，当时啊，就给主席去了个电话。哦，由于之前这个大褂是这样，我对主席说话这个语气啊，越发的谦卑了，胆怯了。为大家学一下当时是怎么说的啊？我说小猪啊，您等会儿吧，您这是谦卑，是胆怯，爱上专注这个朱主席这个优秀的品质。哦，朱主席什么优秀的品质？就是臭不要脸啊。我说小猪啊，相声说不了啊，没他妈醒目啊。你这就差骂街了，那小猪怎么说呀、啊？朱主席，他也叫你小猪。您吃不饭，最佳艺人不是你找他啊？我随您叫。那朱主席怎么说？朱主席啊，当然想了想，这个言语中啊，充满了对同学们的爱与尊敬，为大家学一下。